常说台湾人很淡定，面对紧张的区域情势一样过着如常的日子，一如往常的出门上班，排队等车，牵手散步，关怀送暖，习以为常的平静其实得来不易，生活中好的坏的都有，有不怀好意的飞机军舰骚扰，有想要夺走民主自由的敌人，当然也有全心投入训练和坚守岗位的国军。陆军战车在大街小巷穿梭，认真训练的迷彩森林让国家更安全，也让国人更安心。海军舰艇无畏风浪，勇敢前航，不只捍卫海疆，也捍卫每一个日常。空军舰儿不分昼夜随时起飞，用汗水与热情守护民主自由，还有我们幸福的家园。中华民国国军不怕任何挑战与艰险，始终坚定守护的信念，携手团结，奋勇向前。有我，你安心，是国军对民众的誓言。